唐宋诗词，行路难，其一，唐，李白。金钟清酒，斗十千，玉盘珍羞，值万钱。停杯投箸，不能诗，拔剑四顾，心茫然。月渡黄河，冰塞川，江灯太行，雪满山。闲来垂钓碧溪上，户夫沉舟梦日边。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多歧路，今安在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注释：一、珍羞，佳肴；二、知，这里同知，知的的知；三、投箸，箸，筷子。放下筷子。四、祸福，忽然又。今安在，今，如今，现在。安是哪里？真正的大道现在究竟在哪里？云帆，高高的船帆。济沧海，沧海，大海，通常指东海。大海因水深而呈现青绿色，因此称为沧海，也称碧海。济沧海，横渡大海，横渡沧海。中文译文：李白遭小人陷害后，被皇帝赐金放还，将要离开大唐都城长安。他的朋友是盛宴为他饯行，金质酒杯中盛满上等好酒清酒，此酒一斗价值10000，玉盘里装满美味佳肴，一盘佳肴也值10000。可李白停住了碰杯，放下了筷子，他吃不下去。他拔出佩剑，看看周围，心里感到茫然，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。他现在诸事不顺，像渡过黄河时，黄河风动了，路上全是冰。他将要登太行山时，太行山被大雪覆盖。这时候他脑海里出现了两个历史人物，一个是姜太公姜子牙吕尚。吕尚政治仕途不顺，闲而无事可做，正坐在溪水边上垂钓时，周公路过，这匹千里马终于遇到了伯乐。周文王知人善用，姜太公西助文王，灭商朝，兴周朝。这时他忽然又想起另一个人伊尹。伊尹做梦梦到自己沉船绕太阳航行，不久他被商重用，后西助商，消灭了夏朝。李白有怀才不遇的怨气，他希望自己能像伊尹和吕尚那样被
皇帝重用。可现实终归是现实，一回到现实中，他感觉前路难行，路真的很难行，道路崎岖，七沟八岔，充满艰难险阻。现在真正的大道在哪里呢？他茫然不知道自己该走哪条路。李白性格豁达，有高远的志向，而且才华出众，在困难面前不会屈服，不会轻易被失败击垮。他在困境中寻找出路，在黑暗中期盼曙光。他以积极乐观向上的豪迈气概，寄希望与未来。他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天，他将挂起高高的船帆，趁长风破万里浪，在大海中勇往直前，最终横渡大海，到达理想的彼岸。英文译文采用了许元冲先生的译文，动了三个地方，原文写在括号里。一，雪满山，不是雪满天。二，垂钓者和做梦者，这两句换掉了主语 I。 Hard is the way by 李白 in Tang Dynasty translated by 李渊冲。 Pure wine in golden cup costs 10,000 coins, good. Choice dish in a jade plate is worth as much. Nice food. Pushing aside my cup and chopsticks, I can't eat. Drawing my sword and looking round, I hear my heart beat. I can't cross Yellow River. Ice has stopped its flow. I can't climb Mount Taihang. The mountains are covered with snow. Mr. Liu poised a fishing pole with ease on the green stream. Mr. Yi set sail for the sun like the sage in a dream. Hard is the way, hard is the way. Don't go astray. Whether today, a time will come to ride the wind and cleaver the waves. I'll set my cloud-like sail to cross a sea which raves. 词行路难其一，唐·李白。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羞值万钱。停杯投箸不能诗，拔剑四顾心茫然。月渡黄河冰塞川，江登太行雪满山。闲来垂钓碧溪上，豁夫沉舟梦日边。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多歧路，今安在？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
谢谢您对白云飘飘的支持，欢迎您的观看和订阅，下次见。